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生活、爱分享的恩娜姨。我住的这房子是工厂房，老破小，43平米，卫生间自然不大啊，只有3点多平米。大家看看这个卫生间啊，已经有20多年没有重新装修过了，硬件只能这样了。咱不能就说因为这个环境这样，咱就不好好生活了，是吧？哎，我今天给大家分享3个啊，能够提升自己生活品质的好物啊。第一款就是这个蓝泡泡洁厕马桶清洁剂啊，一共4种香型，它们是柠檬、桂花、薰衣草、茉莉这4种香型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有一个小疙瘩，用剪刀把它给剪下去，然后把这个盖子给它拔掉，就放到马桶的那个水箱里边。每次冲水呢，都能清洁马桶，就马桶上不积那个黄垢。味道呢也是淡淡的那个香气。这4个是19.9块，好嘞，行了，5到10分钟开一下看看，呵，冲一次香一次。都是蓝色的，怎么叫蓝泡泡呢？给大家分享第二个啊，就是这个199元的高速吹风机。这个吹风机哈，有2档的风速，4档的风温。你看，一档、两档，这是它的风速。这个呢是风温键，然后有4档，黄色的是冷热的，绿色的是冷风。橙色的是暖风，红色的是热风。用这个高速吹风机哈，吹咱这头发哈，不烫头皮，也不伤头发。当你吹完以后哈，这头发哈特别的柔顺，一点儿也不毛躁，这是它最大的特点。给大家分享第三款增压花洒，这个是刚换下来的老款啊，它也是增压的，但是它只有一种模式。这个是多少钱？买的时候是99块钱买的，现在这款啊，这个增压花洒5种模式才19.9块，性价比比这个可高多了啊！这个按钮又是开关又是调节压力的大小，你看我这往这边一转，水流出来了哈。这个位置有一个拨钮，这个拨钮5档啊，看看这5种模式都是什么。这第一档最外边的，你看都集中在中间了。第二档就是咱们普通洗澡的模式，再看看第三档，又比那个水量又大。第四档，哦，是这样的。第五档，这个就是那个增压花洒的那个效果就出来了哈。大家看一下，高处看一下。我刚分享的3款卫生间好物哈，如果大家也喜欢的哈，我把那个购买链接呢挂在视频的下方，方便大家购买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